林杰，林杰，林伯伯来了，你快把门开开吧！开门！妈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快！有情义，你快来帮我分析一下，你看这，这是无数流向的区域，我全都看过了，也问过了，没有消息。林杰，你帮我好好看一看。林杰，哎，还有这个。 无数已经失踪那么长时间了，说不定……啊，对了，你看啊，杨流的流速、水流的流速，我全部都算好了。你看这些地方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有很多有关部门都在找无数，要是有消息，早就通知你了。明白吗？他是不是遇到不测了？很可能。那天杨流的流向是从秀山岛到岱山岛，按照推测的话。 无数是在这个地方落水的，他很有可能会在。林杰，那么大的洋面，你怎么去找？这是大海捞针，就是大海捞针呐！爸，你来了，你不跟我一起捞？走，救人去，走啊，爸！林杰，你是科学家，要冷静，该想的想。 不该想的别想了，孩子，安静下来，安静。